拿过来，先 A 他一下，然后进一下草，A 一下进一下草，A 一下进一下草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我去，他直接学 E 了，他把我骸骨破了，好难受啊！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两局学 W 吧。这把兵线进塔太快了，没压好他，这波线我没压，不该 Q 那个那波小兵的。我将照亮前进的路。啊，鼠标移动速度没调，我说怎么他妈的这么奇怪？他十一个刀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Q 闪双兵 Q 闪加平 A 拿下，回家。这波线就控制，他推不进来的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下次他急，我们不用急了，就控制，控在这里，控在这里，控在这里就行了。他们打野还不知道在哪里。他们打野好像是上路啊。那上路直播，反正我就卡直播线。那上路我也杀这波，推线吧，推线吧，只能推线了。这样就推线，这样控不了那就推。没人在，我以为有人在刚才。他这波不走他炸了，他这波不走他真炸了。还有闪现，我觉得他这波我不怕他这里，不要这里。他还不早点回家了，我去，他六级了，他等级怎么这么高啊？他等级怎么升这么快啊？打野还在，打不过这波，他得走一下。泡到那个，其实我想泡鳄鱼的，没想着泡那个打野。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太古应该是卡了。绝对不要回头。这波我有机会杀他的。要这么伤啊！这是进步的力量。骸骨带不了了，这版本骸骨 bug。你看我骸骨就挡了九点伤害。之前的是怎么回事啊？无所畏惧。我想他发条是不？直接给中路吧。
给打两个头，这波只能说我这波装备太好了。 装备不差了，但他闪现没了，我跟他闪现应该是同步的。中了！我全杀这波，没靠住发条。 哇，星石那个盾没好吗？我脑残了，我以为我星石盾好了。哇，星石盾我是触发的那个套形态的星石吗？E K 是谁拿的？他应该还要带一波信，他带不带？ 先把赏金，先把就是赏金先拿回来，先把失去的先拿回来就是。先把失去的东西先拿回来，打那他相位。这波回家出个夜之风刃，然后中午打一波团，他们有点慢性死亡的意思了，真的。就打到后面的话，我们这个阵容好像。 就是一打起来就要积的感觉，但是没闪现我去打团，感觉胜算又不大，看看到开这么龙吧。格拉斯死了，那这波就看打野能不能抢，但是他们，我感觉这个龙我过去也打不过。 打一波，那就打一波。他们打野死了，那我们就小龙呗，先把中塔拆了。哇，这波我们家打赢了。 拉扯的好一点，这波大龙有了，算了，小龙吧。莫甘娜这波上来确实不应该的，莫甘娜这波就是纯搞子，这波上来好像有红，红应该能拿吧。他们日女也不会玩，对面就一个 AD 的，只要看死他们 AD 就好了。 大龙吧，大龙逼他们过来，然后再杀人，或者说这里蹲一波。他没地没闪。哦，大龙有了，大龙有了，大龙有了。哇，我们这个阵容真的是拉扯，是真的很厉害。我闪换对面 AD 闪可以接受的。
大龙勇了，就基本上拿下了，我觉得。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就下波就直接给他们推平。不要给对面墙开起来就行了。 来了，来抓他了！别说多少 CD 能开两炮，好像是在95 CD 以上。这波带不下了。 然后他也不知道带条狙带的，然后就直接踢那个眼，他也不知道带那个塔就直接踢那个眼，因为把他杀了，我春哥了。什么什么要什么？ 拉酒进我家，真的假的？我带不上路吧？他们中路打赢了，一三一四可以。这 KDS 打给你们的。结束了。他们 AD 在下路死，就是被连搞了几波之后，他们 AD 节奏断了。